哎呀，哗啦哗啦的，里头这业主怎么了？呀呀呀！大秦哥吗？这不是啊？你干啥呢？这是怎么还哭了呢？不，你干啥呀？没事，我刚才说，我说尊敬的业主怎么了？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？帮什么忙？帮什么忙？赶紧别让待着，太闹心了。哎呀，这还生气了？你这是啥？哭的啥？吹的？哭啥？脸啊！哎，来来，过来过来，咋的了？你刚才跟我说啥？我说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？哎呦，还真有件事需要你帮助。啊，啥事？怎么鞋带开了？我哎呀，哎呀，不，帮我拿蛋糕啊！你这，你别说帮你拿蛋糕，你现在让我给你系鞋带，我都给你系。哎呀，江总，哎呀。干啥呢？这亲妈这个头，他怎么还掉了呢？你妈这蛋糕不要紧的，蛋糕摔地下了。啊，梁，你说这个蛋糕从这么高地方掉到底下，它能啥样呢？掉在地上，现在估计经我诊断，应该是粉碎性稀巴烂吧。啊，咋整？咋整？大兴哥，对不起你啊，大兴哥。没事就好。紧张，赔钱吧。赔啥钱呢？赔钱呢？啊，大秦哥，你说这我不是故意摔你，来来，怎么能让我赔钱呢？过来，坐着，你坐着，这么的啊，你听我慢慢说啊。这个蛋糕啊，它不是我的，是大梅姐的啊。一会儿呢，你就跟我去一趟，跟她把刚才的事情说一下，跟她道个歉，然后呢，她接受这蛋糕以后呢，她觉得能吃，哎，你不用赔钱了。这孩子你还有心笑呢，你这蛋糕就啪嚓一下摔的，那家打开肯定是吃不了了，你还让我上大梅姐那赔礼道歉，那街坊邻居都知道那大梅姐这啥性格啥脾气啊，那要上她那赔礼道歉，她不得生气啊，她一生气就上物业，上物业就得投诉我这月关中忙，我就上不去了。然后你让你听哥说啊，只要帮哥把这事办了，别说上光荣榜，你要是上封神榜，我早上都给你推上去了。我上什么封神榜呢？我咋的？看蛋糕呢？谁过生日啊？千万别告诉我啊！告诉我还得随礼。哎，你们俩能不能别转了？我迷糊。谁转的？你在这转的？来了，哎，这个。我这蛋糕有人赔了，谁呀？他，你给我他摁住啊！就地儿，站，摁住，干啥呀？哎呀，没事，别来了，没事，谢谢大金哥。这样，来，你过来一下。停下来了。哎呀，就刚刚哈，就你那个当啷那儿那个状态，哎，我就一看你啊，我就发现一件事，你跟那个小米粒，你俩现在是越来越配呀。于小脸，这是我2018年听到最幸福的一句话。哎，我小脸，这么不注意形象呢？你鞋带开了，我帮你系上。对，我啥门开了？鞋带呀。有病啊！你这辈子鞋带没开过呀？这次开的是如此的开心呐！啊，来来来，小倩啊，你帮我拿一下蛋糕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完了我系个鞋带，好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注意啦，你把蛋糕还给我吧。蛋糕呢？这儿呢。不对，你等会儿啊！不对，你整错了，你咋的那家还有？喂，小倩啊，来，你帮我拿下蛋糕啊！啊，来，哎，系个鞋带儿，哎，然后呢？你说你怎么？你老放这儿，蛋糕放这儿了。我看着了。
不对，我告诉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应该尊重我一下，就是从我手里面接过去东西，你要亲手还给我，是不是？来，你别着急，咱们俩再来一遍，来。有病！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起来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起来。看着了吧？啊，看着啥了？看着蛋糕摔地上了。谁弄的？你小脸啊，你看这我啥不说还有个证人呢，让你赶紧的快点赔钱。不是我赔啥钱呢，那个我兜里没钱。小倩你我跟他说啊，你过来干啥？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我凭啥呀？凭啥？凭我这个月马上就要上光荣榜，如果大秦哥这蛋糕要是惹出麻烦的话，我一投诉我就上不去了。你凭咱俩多年的感情，凭你帅，你是不是得借我？于小脸，我告诉你啊，有我呢没问题啊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掉地上。搞定了，哎，放心吧。拿着，哎，别让外人看笑话。赔的。哼。那什么，戴林哥，你玩意多少你拿着吧，剩你自己花吧啊，咱俩走吧，走走，站着。一块钱还是个钢镚，你让我买啥？买包装纸够不？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说了，就你这点诚意啊，我现在我不跟你废话，走，我找你们经理田笨笨家。等，小脸也不容易，你放你一马。谁到了？你干啥呢？你瞅你说这两句话，走这两步道吧。你瞅你，还找我们经理田笨笨的，你找他干啥呀？你太不知道心疼我们经理田笨笨了啊！我们经理就这个点儿，我跟你说，正跟我们那些年轻的保洁在那谈情况呢，知道吗？哎，交代一下工作。再一个，你找他来干啥？你找他来能咋的？咋的？他好使啊？啊？他好使咋的？就这么跟你说吧，论工作能力啊，论业务素质，还论长相，他都比我厉害呀、啊。是不是？赞美的话少说啊。嗯，对他，你咋不告诉我呢？他来了，我告诉你了，我一直跟你挤过咋过了。你在哪儿挤过咋过的？跟你身后啊。那我能看着吗？小脸啊，哎，这干啥呢？没有那个什么。我怎么感觉你这工作是不是出现问题了？没有，我们呢？田经理，不，我跟你讲啊，有事儿。给你解决了，别吱声。能解决是不是、啊？能。那行，玩呢我们。玩呢。他玩行啊，你不能玩啊。我没玩。你这是工作的。对，告诉你啊，最后一天了，坚持住，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。是。玩吧。再说我听不见。哎呦我的妈！莲儿，哎，解决完了吧？解决完了，赶紧的。这样啊，咱们这个。闲言少叙，好不好？弄坏你东西了，我就赔钱。大清哥，你告诉我，赔多少钱？既然你就这么说了哈，还是这么收，你给88000行了。多少钱？我300买的。你跟人要多少钱？88000。88000。大清，你别人坐人呢，我没胖娘。你蛋糕花多少钱？我不说300吗？你花300，你管我要88000呀？我喜欢这个数，它比较吉利。你咋不喜欢888000呢？你拿不出来呀？你以为88000我就能拿出来啊？拿不出来不挺好吗？咱俩正好找大美，你跟她道歉去。走，不是。哎，别人扯不了，撒开！我搁这看老半天了啊，我看明白的。我说句公道话。小倩，于小脸，给他88000。你听我说，于小脸，咱是男人，你听明白没？啊，给钱可以，道歉绝对不行。还大美，我看的是臭美，点八万吧，打着走。我现在想跟你打走了，你信不信？谁给你的勇气呀？在哪来的勇气给他点88000呀？你瓜都有啊你啊，寻啥呢你？闭嘴！大金哥啊，这样吧，
蛋糕现在要赔钱的话，我实在是没有啊。你看看能不能我跟你去大明姐那赔礼道歉？太好了，到不不不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能不能12点以后给大明姐赔礼道歉？今天过生日，你明天去，你这不完了吗？我跟你说，啥也别说了啊，两条道你选一个，跟我上大美的道歉，一个找你们经理前辈们投诉。行，我忍你一次了啊，大清哥啊，过分了，你过分了啊，还老找我们经理舔笨笨啊，看他这个名起的吧，还叫舔笨笨，一个笨不行，还得俩笨，叫舔笨多好，不行，非得叫舔笨笨，得多笨呢。你说好不好呢？不好，为啥不好？不好听，对，那肯定不好。哎呀妈呀，你没事了吧？啊？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你们都在呢。哎呦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啊，刚才老有意思了。我上蛋糕店啊，正好碰见大钱哥了，也不知道他是给谁买蛋糕，正把他兴奋的，拎着蛋糕嗖嗖就往外撩啊。我刚想说，哎，你慢点，你等会儿你再摔了。我这话还没等喊出口呢。就看一个庞然大物从我眼前嗖啪就找我，就在他落地的一瞬间呢，我感觉整个地都在颤呢，摔得那叫个惨呐！哎，对了，还有他手上拎那个蛋糕，比他摔得还惨呢，你都不知道蛋糕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就这样这样，哎，你没改开看看里面是不是都蛋糕摔成鸡蛋饼了啊？啊？我说小米粒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大清哥他咋的了？我说大清哥摔了，摔了的时候手里拿蛋糕，蛋糕咋的了？蛋糕啊，蛋糕啊，嗖飞出去了。大清子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你把蛋糕整碎了，冤枉人一张脸，还要88000，我给你个大嘴巴子。好，脸上，秦哥你。情况你都了解了哈，是怎么个事儿呢？就这么那什么，大美过生日让我取个蛋糕，我先，对吧？我俩不是那样吗？我真是没想到就摔了嘛，就出了事。我没别的，就想找个人啊，你跟我道个歉，这事儿就过去。你看五大三粗，我挺怕大美的。我们俩，那咋办？大秦哥，你说你这事儿办的啊，太不地道了吧？你自己的闯的祸，你往人于小脸身上推，让人替你顶缸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大梅姐要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这辈子都不带搭理你的。你说哪个女人喜欢说谎的男人呢？对，小米妞说的对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就没别的意思，就寻找个人啊，跟我去道个歉。我寻我不就没事了吗？你，哎呀，那我以后再也不犯这种事了，行吗？啊，那蛋糕你看都摔成这样了，那咋整啊蛋糕啊？还咋整？白整那老大高个子啊，一遇事儿你就怂了。哎呀，其实啊。我这个蛋糕也是给大美姐订的啊。这样吧，既然你都知道错了，那等一会儿我们就用这个蛋糕一起去给大美姐过生日吧。好，哎呀，太好了！江哥，把这个功劳给我，我大家都不要抢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，脸上，哎，事儿过去了啊，没事，原谅哥啊。好嘞，光着膀子事儿解决了，哥带着事儿解决了，那走吧，一会儿咱们给大美过生日。对，走，走。蛋糕咋办呢？实话实说。